乔伊·波因能否理解为就是路飞前世就是转世的同一个人？其实关系有点像龙马跟索隆的关系。龙马是不是索隆呢？龙马是不是索隆的前世呢？龙马是不是就是索隆本人呢？这两个人已经在这个时代以特别的形式交战过了，两个人的外貌是非常相似的，两个人的性格灵魂也是非常相似的，但应该是不同的人。我觉得路飞跟乔伊·波因也是相似的关系。说到这里就和另一个情况更加相似了，具体来说就是海王，他每个800年会觉醒一次。上一个800年之中，他和乔伊·波因许下了一个约定，这就记录在历史正文之中。而这一代的海王人鱼公主，也就是白星，她是否就是上一代海王的转世呢？某些职位是固定的，隔上数百年会觉醒，但应该是由具备条件的不同的人来继承。人鱼公主、海王是这样，乔伊·波因和路飞很可能也是这样，他们是特定时代每隔百年会觉醒来颠覆海贼王世界的人。所以路飞能够理解成为是乔伊·波因的转世吗？他们是不同的人，但有共同的责任和历史使命要担当，他们也拥有不同的故事。乔伊·波因的故事已经失败，但留下希望。路飞的故事我们且拭目以待。